浅拉稀带血。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对于年龄比较小或者没有免疫完全的小狗来说，拉稀以及血便等症状常见于小狗的消化道传染病，例如犬细小、冠状病毒等，可以带小狗到宠物医院进行特异性测试板监测。目前采用此方法的检出率比较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因为出血性的胃肠炎，可以给小狗进行血液洗血检查，确定白细胞以及炎症情况之后，再进行针对性治疗。治疗过程中，建议给小狗用胃肠道黏膜保护剂，以及食用胃肠道处方粮或者处方罐头，可以适当减轻胃肠道的负担，加速恢复胃肠道正常蠕动、吸收功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因为寄生虫感染导致的软便和出血，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给小狗使用相应的驱虫药进行驱虫，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治疗效果。